而上，天更蓝，枕槐楼上上船帆，滔滔浊水随船动，鸥鹭野鸟栖鬼干。淮安位于江苏省中北部，坐落于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点。这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古运水城，曾是南船北马交汇之地，清乾隆年间盛极一时。境内土地肥沃，自然资源丰富，是特产富饶的江淮明珠。西有日出斗金的洪泽湖，东有盛产鱼虾鳖蟹的白马湖、宝应湖、高邮湖，有中国运河之都的美誉。人杰地灵的淮安，是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的故乡，历史上诞生了大军事家韩信、汉赋大家梅城、巾帼英雄梁红玉、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等诸多风云人物。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，淮安正加快建设脚步，力争把运河经济推向更具活力的海河经济，打造成辐射周边地区2000万人口的苏北腹地中心城市。2016国际智力运动联盟智力运动精英赛将于2月25日至3月3日在中国淮安举办，是淮安市乃至江苏省承办的一次规格最高的国际性智力运动赛事，堪称智力运动中的奥运会。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顶级棋牌高手，将在桥牌、国际象棋、国际跳棋、围棋和象棋5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，以赛会友。智力运动是人类智慧的精彩演绎和完美结晶。纵观人类文明发展趋势，智力运动可以说是人类综合竞技运动的最高形态。当智力运动立足于世界体育舞台的这一刻，赋予了竞技体育一个全新的含义，源于体力而教育体力这一独特魅力，使全世界智者痴迷。国际智力运动联盟主席乔斯·达米亚尼曾说，中国有着世界一流的赛事组织水平，棋牌项目的竞技水平在世界比赛中也独占鳌头。掼蛋这一棋牌游戏起源于淮安，是一种在淮安地区广为流传的扑克游戏。赛事组委会将掼蛋引入到了本次大赛中，增添了本次大赛文化气息。同时，韩信杯象棋国际名人赛每年一届在淮安举行，2012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列为年度国际赛事计划。淮安如同中日之阳，将在人气的巨声中日益繁荣。蓝图已经绘就，我们将携手前行，共创这座城市未来的传奇篇章。